换个角，换个角。哎，要走了，他们倒了。去 D 那边，财务顶，财务顶。把他编了，把他编了。头上下来。好好好，撑一下，撑一下。Nice。另外一组屁股好像有。没有，他感觉刚刚没有都编掉，他都要死。哦，不在乎，我可以拉那个纸破。好妖，能不打就不打。刚另外一组呢？不是还有一组吗？倒光了啦！你自己数一数这里几个盒子。哎，谁拉的？是我拉的。这里有个金甲，哎，金甲，穿了穿了穿了，金甲，哪里过来？看一下我怎么有一个奖牌，不是我要，好像不是我们的语，不是我，不是吗？不是在讲的这个现在的话题，这个语言吗？你讲错了，讲错了，不好意思，因为语言，你很贪心哎。他妈中弹！你那件指甲差多少？二九多吧？不是啦，我是说吊烧。哦，我这件25吧。那你我刚换那个，你去穿指甲。哪里啊？哦，你说你叫了？他刚刚叫了。加，搞不好会是金甲。他刚叫了。Hello， 我这件给你啊。哦。那件差10而已。嗯。还有一颗大点，警家，警家，哎，警家，哎，过来，感觉接得很顺啊。我们讲韩文，你讲什么？对啊，你一直讲日文。我感觉很顺啊。揍他，揍他，不要怕，跟疯狗一样冲他脸上，他就怕。他有在白给位啊，不要怕啊，臭死他、啊、那种欠锁烂的，他们跟脑残一样。这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一直往前冲，他就会怕了。干，我打错东西，我打到一香菇了。那你怕了吗？好妖啊，对对对，屁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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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哪里？屁股在哪里？靠腰。我要拉一下补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他们来了，我这。哇塞，我觉得干嘛击败了。二零有没有惨？怎么跑那么后面？摸我一下鸡。干。我要怎么摸你？有没有帮我？在你左边，左边你的屁股。被一个哈伯克的锁烂。哇！